隋炀帝生前留下了不死敌国的宝藏，其奥秘就在随侯之中。随侯之都现世，必然引起轩然大波，各方势力蠢蠢。以萧宋的能力，应该很快就会找到随侯之主。验尸是帮助死者找出死亡真相，还他们清白。没想到你真的验尸。验什么尸？我就是喜欢探究真相。太官，在我眼里。 能帮我达到目的的火棋社只有得到此珠，才能找到宝藏。这些青牛卫都算是高手，竟然被对方全都杀了，是排名第一的火棋社杀手。你接近我有何目的？我是你未来的夫君，你想嫁与我吗？你动真情了？随侯之珠与染影有关，戏够狠，看戏的人。 才会更加动心。你了解染颜这个女人吗？这些案子都与随侯之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萧大人，难道不想知道是谁让我寻找随侯之珠吗？小心染颜。小人鱼，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恐怕已经爱上你。 接近我就是为了得到随侯之珠。明日我会把珠子给你。染颜，敢对你痴心一片，你在利用他是不是？萧素，不要恨我。我还以为你来长安。 自作聪明，还是连累了你。只有为你，他愿追愿助，不惜一切。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以外，只有你对他才是真心的。我绝不会让你离开我。就算我死了，你也要用生命保护他。小人鱼不能死，我也不准他死。 不能爱别人，只能爱我自己。我会一直守护。